大家好，我是紫金。上次画完老十八之后，都让我画贝勒爷。画哪个呀？画这个、这个还这个？画风不对呀。还是先表达一下诚意得了。嘿、哎、嘿，画贝勒爷这脑门就变得尤为重要。今天这张画，我觉得是最有灵魂的一次。嘿嘿，开个玩笑，在心动墙上怎么可能画黑照？我找到一张国际范儿的照片，画风就对了嘛。来来来，鼻孔定位法这小气质拿着先上来啊，还是简单上个色啊，加点细节啊。画贝勒爷要注意，最亮的地方永远在脑门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整挺好。画好了啊，照片是不是骗人的？你净说实话，贝勒爷，你这个墙有牌面啊？某平台有人搬运我们的视频，少轩已经气了一天了，我笑死了，我都气死了。有人告诉我，我才知道的。搬运我们视频，还冒充我是色情小说挤压催更，在外面丢我脸，还卖黄拖洗发水，不是。天凉啊！不能干那些事儿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呦，我不行，我不该喜，我不该笑的，我忍不住。好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我已经联系了抖音原创者联盟，把他们一窝端了。告他！告他！必须告！好了啊，别难受了，给你说点开心的。少轩，看，粉丝给你画的，粉丝对你多好啊啊，给你画的多好看，是不是？我本来就好看，哎，好看好看。看看这种粉丝，这种粉丝多好，真的不错。他给你画了好几张了，在哪？我给你挂房间里了，这样你每天看到就能开心。每一幅画的都是这么的神似，哎，跟你就是一模一样。你不能哭了，你再哭又要出表情包了。我是我。哎呦我的天，谁画的？把他找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紫金。昨天贝勒爷收到我的画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属实啊，我自己看了都感动啊、哦！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听说贝勒爷还要来谢谢我，哎呦我天，我这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。刚才是做梦啊，今天我必须要帮贝勒爷挽回形象啊，玩意儿还得用我的鼻孔定位法，简单几笔，这气质挠一下上来啊。玩意儿简单上上色，加点细节，你说他要来弄我怎么整呢？好门画亮点，完事就整挺好。画好了，憨过来，来，有人要弄我，憨，有人弄我，你帮不帮我？帮我呀？怎么帮？怎么帮？好兄弟。